生猛记州完全攻略，这次要让你身临其境。等一下，一只章鱼打得动哎，扎扎实实感受。你们这摊都在卖壮阳的东西哈、哦，不是啊？来到韩国不吃这个，好像对不起自己哈。什么才是有血有肉的济州岛？这什么坏东西啦？哦，听说我的笑话。每周三晚上10点，会来30频道，回忆爱玩客。